我们准备去吃早餐了，我们要去吃一家好吃的抄手。这个人半天都出不了门，我都是服了，等了他巨久。哎呀，我要化妆。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慢，我快饿死了。现在大家都还没有要开门呢，所有的店，所以开的也很少。我要吃红油抄手，红油水饺炸酱面，好不好？我要吃红油水饺，红油抄手，然后炸酱面，炸酱面，对，好，就这三个吧，够吗？水饺现在还没有，没有水饺啊，只有抄手，炸酱面呢？也没有，只有抄手啊。不要啊！居然没有水饺，我好伤心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哇哇！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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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口水，这是大份啊！然后我还要放醋。哇，我们在这一个寇家大院，成都的，你看，我看到里面的腊肉，我的妈呀，有点爽。快看门神，哇，快看他们的腊肉，有点爽啊。冷死我了，我们终于走到了春熙路，现在南沙老街，马上去买。你看一下，现在吹得我眼睛一直在流眼泪。回成都的第一杯一点点啊，来来。喝啥？终于拿到了，等了有40分钟、30分钟，明明就超级无敌久。让我来品尝一下，值不值得？这个好喝。评价完毕，完全不值得排在这。你跟我的喝，因为它是玛奇朵，所以上面一口奶一口茶，你从这个小缝缝这里喝，好好喝。那个奶，那个玛奇朵，我觉得是小时候那种很厚很硬的。奶油蛋糕的奶油味道，好喝。我们现在在 IFS 里面逛街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看电影，看我们要看什么来着？捉妖记二。哦，捉妖记二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去看电影啦，等一下跟大家讲。哎，这边好酷哦，我们来看捉妖记二。它是沙发的那种，酷酷酷。我们在成都的太古里和金书还有蘑菇，哎，好开心哦！你看那个人还露着脚踝的，他也是不怕冷。然后我今天也不开心，因为他们都在 diss 我的鞋子，就是我这一双 Zara 这个。大家能诚心的告诉我这个鞋好看吗？你们不要不就是告诉我好不好看，真的，你就认真的告诉我好不好看。10分满分，你给几分？弹幕弹幕。弹幕弹幕求弹幕。今天又来 Lion Friends 打卡了，大家看一下有多少人，大家都在等着排队拍熊熊的。我们在成都遇到了一个 Hello， 好开心的 vlog。 我可以把你放上去吗？还是可以的。我已经追随了你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，我高三的时候就看你，就是我们遇到一个粉丝，人超好的啊，好喜欢你，谢谢。你看这边 Line Friends 有多少人？我可以跟你们一块转一下，全是人。第二个 L。今天是 B87，然后我们是188，都差不少。在等串串，实在等不下去了，我们来这附近找了一家吃烧烤的，然后先来吃一点。这家吧？这家。尴尬吗？我们先来吃烤羊肉串店一下，因为它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哎呦，我们吃了烤串，刚刚羊肉串你吃完了，是吗？烤饼，像烤馒头好吃。这个烤腰子你吃吗？我有点不太敢。这种老马资格烤羊肉串还蛮好吃的，快你来试一试。这个是应该这样吗？就掰开了。好吃吗？你觉得我会喜欢吗？
吃不来，那我吃你的，我吃你那个，我试试。我觉得应该也吃不来。吃不来，羊腰子，超级腥，也不超级腥，还行还行，但是那个味道我吃不来。没什么味道。嗯，味道来了，但是我可以吃，我觉得。现在8点了，我们还在自己排队。哎呀，我真是醉了。我们6点过道的吧，5点排的号，6点过道的，现在已经8点了。他终于叫到我们的号了，好像是100号，我们是101号，我们很激动的过来了。哈哈，怎么办？还有一桌，那就是我们。哦耶！还有一桌，我等到死了。哎呀，太夸张了！哇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满地的瓜子。终于到我们排进来了，好激动！蘑菇叫我们拿菜，哇塞！好夸张哦！哇，它这种荤菜都是这种盘盘子装的，五幺麻辣牛肉，再拿点素菜吧，都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它可能等会儿会补充。那我觉得会有点多。Vicky 订了，还有蘑菇去拿菜了，哇，等了3.5小时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他们家的锅底，还有贝勒拿的肥牛，这个是蘑菇喜欢吃的笋、黄喉，还有粉。如果在国外的同学看到这个，应该会很恨我。好，我的部分就到这里。哎，他们回来了，导演，哇，等于是你还录了一段时间。没露脸，我自己录了4分钟，就是给他们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点的菜。你不会一直在讲话吧？对啊，一直在讲话，我就觉得好不容易。太棒了！里面的调料太多了，我不晓得从何说起。终于要吃上饭了，给你看看调料，看。好了，你的肥牛好了。看看，哇，看看，哇。我的口水，不行了。我们已经吃完了哟，已经还有这么多人在排，太可怕了！11点了，还有这么多人排。哎，我比你胆子变得好大，你来了吗？好乖啊，你好乖啊！哎，他真的他在被抠，我下他好多毛嘛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！他喜欢漂亮姐姐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最喜欢哪嘛？他就喜欢，就你摸他尾巴儿，这下头是妹妹最喜欢的地方。哇，我养他这么久，从来没有，没有这样待过，从来没有。我们来他们家吸猫了，狂吸，这小蘑菇好乖啊，这是见过最慵懒的猫了已经。诶，哎呀，怎么这么乖，好想酱酱啊，酱酱可能在吃吧。来看一下牛牛，哎呀，小牛牛牛，你看牛牛身上有个爱心，那么一颗两颗牛牛，哎，好，舒服舒服。我那个有两个猫，真的有点儿。哦，牛牛，你看牛牛的脸嘟起了。我每次收行李，这样就会坐在我行李里面。对，你转过头，哎，它已经在行李箱里面了。猫无法拒绝行李箱。大蘑菇携小蘑菇给大家拜年，新年快乐。路边的草丛里面找到了个豌豆豆，好喜剧哟！就是一片可以折来吃儿。哦哟，肯定他们撒了种子面，这个肯定是可以环保的。太好了吧！我的酸辣粉在哪里？今天是大年初四，我们来到了熊猫谷，给大家看一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，现在就俗称的熊猫谷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熊猫谷。谢谢，谢谢。耶，进到熊猫谷，爸爸的拐棍儿，
帅。所以说这个我必须要在这儿。哦，就是因为有这些楼梯。他只给我们看他的屁股。这应该是他的后腿，后腿，前腿躺在那边。他用手挡着脸的。他的肚皮也都摊起了，你看。快点录下来。那只自己在那吃的，躺着吃它。哎呦，小弟，他可能闻着什么，放糖。嗨，哎，他太乖了吧！这边看他太乖，刚才抬起头了。刚才我们看的就是他们俩，鸭小和尼达。他说看我吧，你们看我。哎呀，他怎么爬上去的？你看他看着你呢。嗯。现在我们在盖茨古镇，然后呢，他在跟爸爸在那儿，然后飞他的囧跟着我们走。哎，我太饿了，话都说不清楚。现在天气又好好了，全是太阳，快看，成都人最稀罕的太阳，然后就很舒服的天气，然后这边山里头空气又非常好，哎，简直是很爽。哇，我们来盖茨古镇，好多人，快看哦，阿姨好妖艳，哇，快看阿姨，哇哇哇哇，两碗豆花儿，我这儿有小钱吗？有，好钱碗，五块，我没有，要要要，除了鸡精味精都要，哇，没了，耶，开心，哇。好香，是不是？你拌一下，拌一下，把火拽了。这个还是比较鸡精味精，不要不要。爽不爽？爽。哇，里面有榨菜、黄豆、辣椒、葱，哇！看一下，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黄豆了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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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吃。你吃没吃嘛？我吃了呀，我吃了。好不好吃吗？有红油的香味，然后榨菜，好好吃的。来，让我们走进人流，走进人气，还是我们的盖茨之旅。好多人啊！太多人了。蹦蹦车坐起来。这边前面安个摄像机嘛。刺激吗？要翻了，我感觉。我们来吃，每次来这边都来吃的这家，它店面都装修好了。其实有很多叫茶淑芬的，但是这家感觉还蛮正宗的，我们经常来吃。在四川有个很有名的面，就是这个渣渣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拌面，哇，快看，全是红油、姜丁、臊子、酸菜，这小虾肉，哇，吃肉的，哇。这个是面条渣渣面来了，上面的这个渣渣真的是化渣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哦，我来煮了，渣渣面用不完啊。煮起煮起煮起。哇，我最想吃的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泡菜。哇，那儿拌的鸡肉是不是？对对。哇塞，这边还有烧菜，哦哟，还有好多烧菜哦。这是汤藕汤，然后萝卜汤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小菜，看看它的凉粉。一会儿来了，提花的蘸水就是这个，里面是一点酱油，然后配那种青椒。我最想吃的是泡菜，不是好吃。来来，咱们来拌下这个泡菜。提花蘸那个蘸水就行了。哇，这泡菜我可以吃一碗。碗里面配碗面，这个三个二面，一个三面。水。哎。哇，这个筋都是软的，好吃。面条来了。来，我们两个的吧。嗯。哇。哇，看看这个渣渣面，这就是入口化渣的那种。哇，这个你们馋不馋？其实清汤的也好吃。嗯，你爸要的。他姓渣，然后这个就是猪里脊蘸的渣渣。猪里脊肉，是不是味道很特别？你们吃过渣渣面吗？它那个面我觉得有点淡，但是配那个泡菜正好，香那种。哦，咯咯咯咯咯咯。听说要搅拌炸子。好吃啊。
我想把它煮呀。那哎，吃的是不是醋吗？哇，点了一份隔壁子的回锅肉，好吃。哦，吃完了，一桌。一百块，一叫那叫江河飞机，监控飞机，江河飞机嘛，它是无人机，晓得不？哇，街上的马车，哎呦，洋气洋气，很难得找到这个大车，咪咪，哇，好可笑啊，好乖，几个块钱跳起跳起就跑了，嗨、哎，好乖啊你！你他今天还多温柔的嘛？他不想理我，现在写的请不摸，不要摸他哟。我们现在在街子古镇，最最最最繁忙的街上。有了有了，方块糕，还可以快递，哇，油糕。妈妈的油糕，她就想吃这个油糕。我让你们尝一下。好，给我们尝一下嘛。尝哦。我油糕的嘛。我尝。我是油糕。里面是糯米，要炸的油糕，这上面还有花椒、椒盐味。转塘人，哦，转到个龙，折耳根，啥做皮的？哇，大头菜萝卜根儿，鲜榨石榴汁，哇，榨甘蔗，中国冷呀。十六岁好多钱呢？十元。哦哟，都压了好几个橙子了，我这儿。哎，就是很多几个在啥子？可以秒你来榨一些皮，也背。哇！你的甘蔗汁，我的橙子汁。人家玉米炫磨出来，然后就榨汁。甘蔗这个地方不像那些地方烤人，这个不烤人。婆婆在包粽子，这个是腊肉啊！啊，哇塞！哦，里头加腊肉，这不就这样子？你可以绿豆。我嘞，我能不行吗？偷窥大家喝茶。哦哟，成都人的茶馆生活。我们来到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，因为什么？街子歌舞剧团啊，还买门票进来的，所以里面人都没有。但是你看里面好清静，然后也很漂亮啊。哇，这什么景，就是你一出生它就冒泡了，然后你安静两分钟它就不冒了。来，我们再次见证一下，不要说话了。哇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为啥子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哇，太神奇了吧，这个景。这有开关的吧？我们来吃这一家了，吃晚饭，天主堂鸡肉店。走吧。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天主堂鸡片了。他们还没坐下来，我们先偷吃一个好了。哇。相机没电了，现在只有手机录。土豆拌折耳根又来了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。这是青油拌茼蒿。香油拌茼蒿。哦，香油拌茼蒿。水煮的鸡杂，豆腐莲子。鸡杂是什么？鹅肠？鸡肠。鸡肠。鸡肠子来。然后是啥子？鸡心、鸡肝、鸡心子。哎，你怎么都这么玩的？看看这个泡菜，一点点就是。哇！这泡菜一定会是以后最香的东西，太爽了。臭爸爸，快累死了，在车上都睡着了。好了，我们到家了，然后今天的行程就这样，跟我爸出去玩，好累。我爸一直走，我觉得腿好痛，比我上班还累，但是很开心，爸爸妈妈跟我们一起玩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我们明天的 vlog 再见。大家早安，我妈今天早上给我买了外卖，肯德基的豆浆油条，安心油条，握着的。哎，我要吃饭团，哇。
哇，里面有馅儿的那种。好，我吃这个吧。你买了四份是吗？什么东西？那个小玉吃两份，他肯定吃油条，吃两份，他肯定都要吃的，你放心，你吃不完都给他。哎呀，我没化妆。我们今天来到成都新开的，也不新开吧，银泰九九。我们现在先去买咖啡，还有爸比妈咪。这里好大，很多要开的，不过很多没有开。先买咖啡喝吧。哇塞，你好。你好，这里面也太大了，我觉得我们那个商店都没这么大。这屏幕，哇塞，超帅吧？这么还是弧，哇，弧形的。觉得，走吧，农村人。进城了。我们今天就是来这里拍照，好像叫海马体照相版馆。哇，我们今天来拍照了，想要拍这种。哇，这种证件照，哦，我露个脸，先给他画，修一点点，修，会不会弄得像日本的男人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修的就很简，把你杂毛修了那种，哦，你看你好多杂毛，哇，看他好多，哎，还发际线粉，哎，我要发际线。都是我都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是旧版的，我有新版的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我有发际线粉，我的，看用的几号，八号，哎，我好像是七号还是八号，忘记了，哇，应该是，我猜那个是高潮蒲公英粉三粉，哦，他用的是 Forever 吗 ？Makeup Forever O H D R M K 哦。来吃一下这个油面村，它好像就是卖那种面食的吧？看它在这儿做这种，哇，面疙瘩吗？搓面疙瘩，包饺子。哇，它这个可以直接扫二维码，然后手机点好就可以了，下单。我以为还有这个，还有。开始倒计时，不过二十分钟没上去。他们家招牌什么羊牛骨吧，牛骨啊，牛骨。好吃啊，什么味道吗？形容一下。像棉花在嘴里面弹开了。哎呀，你够了。这是他的番茄荞面。现在来给爷爷奶奶扫墓，那这里我就不拍了，待会儿晚上再跟大家。我们来吃一家餐厅印象李庄，听说很好吃哟。哇，我们来吃李庄白肉，老花肥肠，这边凉菜在这边。李庄白肉来了。哇。爸都说这个味道是正宗，好吃好吃好吃，然后还有木头。好好。爸都说这个味道。这个好吃。这个好吃啊。这个给满分。韭菜拼盘。加一个。哇，真的是西瓜。好吃哦。